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今天要来玩一个让猫咪抓壁虎的小游戏。因为之前在网络上就有流行，就算是假的壁虎贴到墙壁上，猫咪也会去抓。纸张类的，这种比较有厚度的。好恶心哦，它好像真的哦。招娣就在旁边，所以我们决定先粘最真实的。好像真的哦。周天在看呢，啊，马上去抓，他会抓哎，会，这个也会，到底，他要抢，再来最扁的，像一张纸。现在把这张贴到 Socus 的房间，贴到这里还好了。Socus， 很长的，长，壁虎在这哦。你完全没看到壁虎哎，啊？还是你刚晕了？无感，露露对纸壁虎无感。嗯，你对纸壁虎无感？露露很想睡觉。啊，露露睡觉。
他已经死掉了，死掉了。怎么会？就一张纸，你们这里，这是纸，不是壁虎，不是，不是壁虎啦。妈，有壁虎在你背上。欸，你们真的对这种藏起来的东西，就是想要攻击人家，对不对？嗯。只是一张纸，阿妈。更薄的纸呢？你是受不了了啊！天哪，这个简直是最廉价的逗猫棒，哎，超方便的。柚子，我们贴墙壁上。这边这边。会，他真的都会抓哎。第二个呢，就是这个猎物呢，你不能每天都一样，或者一年365天都是同一只老鼠。对，会腻。一定要很多样，然后让他们轮流出现。对，比如说礼拜一就出现鸟，礼拜二出现老虎，啊，老鼠。或是蜈蚣，这些老虎也太多。